下一集。若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唐若琪已经有一定年龄了，公司为什么还要录取她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有背景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听说 Boss 和若琪背着你搞婚外情已经有好几年了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森林生存记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